心脏不会痛，心脏不会痛，我又看到挖上坑了，挖上坑了，要把它挖出来，也要花点力气，因为那个压的时间长了，压得很深了，要花力气，要花力气把它挖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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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挖出来，挖出来，要把它挖出来，占据的空间把它挖出来，在里面呢，挖出来，就挖得很深了，把它挖出来，挖出来以后，空间就腾出来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原来那个胀的太多了，胀的太多以后，负荷量大，你要把它挖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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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呢，我说肚子隐隐的痛啊，昨天隐隐的痛啊，因为昨天早上，一早起来就把那个放在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吃了一个，也可能是吃的那个冰西瓜引出来的啊，冰西瓜吃了一个肚子痛了啊，从临牌过程当中肚子痛嚼一块的有可能啊，因为平时我临牌过程当中，排完以后这个症状就离开了啊，不会说，隐隐约一直在。一直在啊，中间会停顿一下，因为昨天挖的过程上好像，临牌过程上没有那个停顿的，想了想就唯一的一个就是，早上吃了冰西瓜有可能是啊，我补充说一下子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。